另外这个高雄大义雷藏寺的法会啊，这个法会是二十一度母当中的能摧坏度母，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所遭遇到的一切的阻碍，你只要参加了这个法会，就可以全部解除。啊，这个是大义雷藏寺的二十一度母当中的能摧坏度母，所有一切障碍能够摧坏，都可以把它消除掉。